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我为了学业，成为了留学大军里渺小的一员。教室、图书馆、家，三点一线的生活，身居大都市，我似乎并没有因此感到充实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我想家了，也许我需要一次一走了之，逃避现实。也许，我只需要一次小小的邂逅。有一种味道，是家专属的味道，有你真好。